次公开演出哦。Good morning， 各位，今天我来到屏东同安，我们要来拍静香。同安二凤堂，我们之前有拍过，它有一些相当传奇的故事。他们主是二府千岁、李户千岁，来自屏东东港嘉年宫。因为以前他们是在这边开基的，是在这边发起的，之后搬去永康，但是他们每年业主静香都会特别回到同安这边。来看看乡亲父老，去到故居那边来走一走。啊，之前二府千岁有一个相当资深的信徒，叫做邓仁老先生。有一年过世之后，二府千岁突然指示说要雕一尊中军府。中军府雕好之后，所有信徒，包括这位邓仁老先生的子孙都傻眼，因为雕好的这一尊中军府跟邓仁老先生长得一模一样。但是众人不敢猜测，直到有一年的这个迎王，千岁爷才特别说，这位中军府其实就是邓仁老先生本人，相当的神奇。这就是同安二凤堂的传奇故事。现在已经来到同安这个地方了，对，就是我们中军府邓仁老先生的后代，就是我们邓老先生的后代。哎，这位啊，谁在这王啊？我来给大家拍照。哎，阿姐，啊，阿姐。什么？我是艾姐。艾姐啊，我是艾姐。艾姐，我刚好听说他们这一次有自创了一个顶头，那个有很多外国人的。好久不见呢。哎呀，拍哪来？哎呀，这个是自创的。对，我们二凤堂自己的。听说还有外国人，对不对？有外国人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因为刚好这一次有外籍学生来。在那边可以介绍一下吗？可以，来。Hello， 法国，法国，墨西哥，波兰，波兰啊。Can you speak Chinese？ 一点点，一点点啊，是啊。哎，English 也是一点点。来台湾多久？一个年，一两年，一年，一年。所以中文一点点很厉害了。他们这一团叫做同安二凤堂艺文轩呐，今天咱中军府啦，邓仁老先生啊，中军府来给我们加特色啊。首次公开演出啊。故居啦，就是以前同安二凤堂最早的地方。咱今晚要请鲤鱼吗？要请一尊，我请阮老一尊。哎，我算当爱野古厝。哎，对。哦，当爱古厝坐一下对吧？溯源祭祖了，这是我想到，如果我以后回去了，我儿子他们如果有接的话，有接帝君他们的话，他们如果有搬出去的话，我要回来静香，记得回去新港走一走，就像现在这样子，饮水思源。
这嘛是因李鸿堂，因家的祖先，啊，搁因家一代的自细汉拜到大汉的建筑庙。乡长都来了，可见有多重视这个信乡团。你看，哇哦！
有你知道，你来台湾一年多了，有拜拜，有拜拜。跟我的家人。啊？跟我的家人。跟你的家人都会拜拜。对。都会拜拜，入境随俗，就是来到台湾就跟着拜拜。对，是这样。哎，我们成功宣教了，是吧？加入拜拜的行列。OK 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难得遇到外国人来参与庙会，我们一定要教他们几句这个庙会用语。我们如果看到谁金哦 ，You say， 你要还大声大声金哦，金哦，哎呀金哦，亚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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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就是卖包卖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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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呀呀呀。OK， 再见。回家了，对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了。今天一届等下做庙，我今麦要回家了。前程呢？来回家，记得了，回家。回家，回家，灵圣王
长长老阿是年龄长，阿家老幼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真好。真好。